私はケンで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はいはい。讲日文好像不太顺哈。哎，はいいいですいいです。はい、はい、風田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同学来了。小妹子，我要当日本人。好。哎，对。是不是？你刚刚打劫？我哪有打劫？还以为你很强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讲日文的时候哈，要有点害羞，要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刚刚是害羞？我是融合日本文化。你误会了什么？不是都是这样吗？一定要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不是要这样吗？客气客气的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顿的呀。いいですよ。おいしいね。不是要这样吗？那日本人讨厌你耶？不，哎，没有，我们都很喜欢日本的这种风格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那种客气啊，然后或者礼貌的文化，我们是喜欢的。嗯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在网络上有旅游达人分享。你笑什么啦？从十月，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，半年。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台湾人哦，他们去这个全世界最热门的十个城市，全世界了哈，我们去旅游的地方，其中前十名有五名就是在日本。哇！包括有东京、大阪、冲绳、札幌，还有福冈，都去过了。一半呢？哇！而且不仅是去日本旅游，还要一定要你那个哇，可以像比较有一点日本的氛围吗？嘿！厉害！感觉就好，对，对，而且不只是去旅游，还会一定要去扛那边的东西，比如说家电还有日用品。嘿，对，先说说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哈日。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们来，首先我们先问一个比较难有可能成为哈日族的卢之善，我是，他是韩国来的。今天怎样？啊，错吗？哎，我一看就知道。哎，今天的打扮，哎，看得出你的年纪了。就是那个态度，我看得出来他在模仿谁，然后那个是那个年代的谁呢？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哎，真的就是他的 style， 对不对？对，一模一样的歌呢。我是那个高中的时候 first love 开始认识那个宇多田光，宇多田光啊，对，都是同一个时期的。哎，他要唱吗？笑我自己，我好惭愧，好好听哦。你会唱歌哎，我是。你唱的好好哎。我也想当像那种刚刚阿姆罗纳米，或是那种哈马萨基阿尤。啊，滨崎步。对，我很喜欢日本的女歌手，那时候觉得很帅，还有很想要跟他们一样，就是装这样子。可是那时候是高中，不能染头发。啊。对，所以我。到了大学的时候，马上染头发，然后眉毛那时候一定要细细的，我全部刮掉了，然后每天花，所以那时候很好笑的一个故事。我的那个大学的同学里面有一个日本同学，可是我的前辈他没有看那个日本朋友之前看我，以为是我是那个日本同学哦，对他，哎，你是日本人吗？就是很开心，然后我假装，对，一直假装嗨。嗨，那是种对，然后就过了，就看到真正的日本人的时候，觉得哎，你不是日本人吧？对，可是我蛮喜欢。哎，那然后问你，那好笑的地方在哪里？你很逼人呢，你干嘛啦？何必还要称赞人家好听？人家只是一个形容，没有说一定会好笑。做节目，我本人不是这样。不是吗？我在认证，我在认证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干巴爹，干巴爹！
他讲安室奈美惠，我相信在场很多人都是安室奈美惠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对。还 Aiko 也是吗？我也是，我从国小就迷上安室奈美惠，我是安室奈美惠的铁粉。然后我长大之后才自己赚钱可以追星。我长大之后，安室奈美惠去哪一个地区办演唱会，我每一个地区都去。哇，是哦。对啊，我加入那个粉丝团，每个月付钱的那种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去追，然后去看他的那个新干线的车站有没有出来，他会不会出来那种。真的是追星。对，然后到我高中的时候，我自己已经决定好，我女儿的名字一定要叫奈美惠。然后结果嫁来台湾之后，有一个问题出现，就是台湾人的名字四个汉字有一点奇怪嘛。就是对，所以三个字或两个字，少一个字，然后现在变成女儿的名字叫奈美。哦，我以为是美惠，美惠比较好听啊，美惠比较好听啊，对，美惠好听啊。我们家社区大概有80个美惠，对，所以她现在叫做奈美。对，我每次叫女儿的名字都觉得很开心，开心，因为我的偶像。这些都是回忆，对不对？因为前不是看漫画就很多，什么美少女战士、七龙珠，今天也都来到现场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位是新代芬。您好，我是新代芬。好，新代芬是哪一个角色呢？我今天因为我从小就很爱看日剧，然后也很爱看漫画，什么美少女战士，然后七龙珠那些通通都有看过，然后也非常喜欢。然后我今天就决定我要打扮成美少女战士里面的金星。哦，比如伊那嘎鲁萨鲁巴哇美嘎布。是不是很蠢？对呀，人家很喜欢。对，没错，你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我只记得代替月亮惩罚你，代替月亮惩罚，不是有一个是中文的？美少女战士是不是？这个因为哎，怎么我也要代替惩罚你？对，好讨厌。好，冷静。制作单位叫我要这样子。不是，你带这个，你带这个，我以为是日本的摔跤手哎。对啊。结果这个的确是美少女战士。他们非要我带这个东西。这个一看明明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漫威那个里面的那个神力女超人。然后你衣服穿这样啊，你头发那样。OK， 可爱啊！哎，大家就是怎么样？以前都会去 cosplay 是不是？还是什么啊？可以还我吗？不好意思。你可以继续带着吗？谢谢。哎，惩罚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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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较像你被惩罚吧？对啊。不准侮辱我的金星，我的美少女战士。到底可以多尴尬呢？今天我们在表演，真的有够尴尬。我们的表演是到底多尴尬呢？来，我们今天还有七龙珠哦，你看看佩德罗跟吴子龙，你看到没有？欧洲代表，我觉得我们欧洲是哈日被影响的最深的一个地方，真的。我的审美观、我的价值观、我的生涯、我的一切都是被你想要推给日本人就对了。不是。但不是，是被他们影响到我的一切是他们决定，就是我看七龙珠的小时候就是决定我要学日文，然后我8岁就去找我家乡的那个家教，唯一的日本人在教日文，我就去上他的家教。Minna no Nihongo，10岁我就上完了。哎，他是很厉害吗？我是用 N1，很强哎，超强的。看不出来吧？我的硕士是日本政经啊，政治跟经济。Anyway， 这不重要，重点是我13岁就练成悟空的身体，就是我9岁就开始看那个七龙珠伏地挺身仰卧起坐，就哇，就那个再来，就是我开始疯狂的买漫画，就是我家乡我爸妈的那个仓库还留着我小时候的漫画，是一个书架，就是整个仓库都是。这是台湾的漫画屋吧？对啊，你是漫画王牌的吧？你可以直接开一个那个餐厅，对，咖啡厅。我有算，这里有超过1万块欧元的漫画跟公仔。哇哦，是真的吗？哇，真的。丰田来鉴定一下。如果不信，还有我自己在前面，就是。你该不会是你？以前抢头发的时候，
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日本的 samurai， 就是日本武士。samurai， 然后他穿了一件衣服，上面写 manga， 真的宅男呢，以前宅男呢，这个长发，这个审美观也是因为日本武士，就是浪人剑客啊，或是我也是又去 cosplay， 就是到我飞了1300公里到巴塞隆纳的那个动漫大会，就是那个，所以佩德罗这一次不是骗人的，是真的，真的耶！他以前长得很像那种摇乐团里面的，乐团里面的，对对对，里面还是悟空的身体，然后还是要坚持，有，厉害，真的超优秀的，对啊，是子龙，今天是穿的是我的，因为其实我是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七龙珠，我没有把身材练得像佩德罗一样。但是其实我小时候我真的是狂看国小国中啊，我每次下课我都会用冲的回家，为了看那个七龙珠，因为他就是会在电视播，然后我有时候那个老师比较烦，他不会让你准时下课，可能会慢个5分钟，我错过前面的5分钟我超气的，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的那个12点重播我就看，至少要看前面的5分钟，可是通常会把它看完然后再去睡，我就是这么的爱，对啊，我也知道他的主题曲，我把就是我不会讲日文，可是我那个主题曲我全部把它学习，真的，全日文的，要不要听一下？要，好，来表演一下，厉害。年的回忆，热血与爱，还带着满满的尴尬，但很多事情就是卡通里面可以做，现实生活好像不太能这样做哈。但真的厉害，他是没有看格子，然后全背日文呢。哦，如果我看格子没办法，我完什么都看不懂啊，我只能看不懂，他只记得，因为他听太多次，背下来，整个背下来，很强哎。丰田会唱刚刚这首歌吗？我只会唱，恰啦。嘿加啦，然后嘞，你看，不会，假的，没关系，给我打一支给。对啊，对对，假如是，对，那叮当小叮当总会了吧？哆啦 A 梦总会吧？あんなこといいなできたらいいなあんな夢みたいありがとう。好，饶了你一命。练下啦，日文。真的，先被台湾人叫他练一下。好，哈日哈的很疯狂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有没有人是身边的人，难免有一些人是受不了的，会觉得这样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会了会了，大家看的这张照片，我自己很骄傲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就是努力的累积啊，我是打工买这些漫画，但我爸觉得我是有神经病，就是我在我家的书架都是漫画，然后我是开始收集那个悟空的公仔，然后收集到就是席卢哇。哇，弗利萨，他超多，弗利萨这一代都是，弗利萨都是，哎，你这不是借来的哈？这到底什么毛病？你这应该是我收藏的，你是要还人家的分金？你要还人家的东西？这都是我的，都是我努力赚钱、辛苦钱收集起来的，辛苦钱收藏。对对对。啊，我的家像是更多，好大哦！哎，这个如果你摸它会变色，哎，真的变颜色，它是温度那个啊，温度，哎，那个黑色的，就像有些杯子一样，你装热水，它会变得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没有，没有吧？这不没有变色，要
哎呀，这鬼话要认骗你的，认真摸啊，认真摸，越来越红啊，离谱哎，离谱哎，这是我台湾的收藏，在西班牙就是我还有别的，我拍照有另外一个，这大概是三分之一不到。天哪，我也是封偏执到我现在。就算在台湾，然后我去便利商店，然后我看到上面写日文的东西，我就买，我就会买。如果说，例如说一整柜有可能有各国的饮料好了，有各国的饮料，可是我一定会选日本的。对，就是即使它比较贵，我还是因为至少看到也爽。你是看跟喝的吗？我是连日本，我们家的米。你知道疫情这三年我最痛苦，就买不到日本米。在台湾的日本米跟在日本的日本米真的不一样，真的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最好的留在日本。我只要每一次去日本回来，我一定会扛一袋三公斤的米。真的这么久啊！我跟小钟哥跟 JR 他们去出外景，他们都帮我扛过米。然后有一阵子我是扛日本的那个坚果奶。有一个很好喝的坚果奶的牌子，我也是去每个超市都要搜刮，就一整排搜刮掉。然后还有美酒，有一阵子是那个麦片谷物，然后日本会做成杯状，所以你只要去你带那个谷物带回台湾，然后你只要去那个便利商店随便买牛奶加进去，你就会有日本的感觉。哦，然后网购的味道没有，跟你讲台湾网购都找不到那个坚果奶。我十八十九岁就开始买，一直到疫情完的去年才进台湾。哦。真的，可是他进台湾只有进原味跟就是什么含铁的，他真的好喝的新的几款口味都没有。然后我连卫生纸，哎，真的耶，我是真的有库存，就是这个是我每次去日本，因为以前在日本是便利商店只有卖单包，可是呢到现在是台湾因为疫情完之后，其实有一些日本的商店有进了，是，可是以前台湾真的买不到，真的没有，然后我都要搜刮，我都要特别找中间的空档去日本超市，然后搜刮这样一组一组带回台湾，好奇妙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日本的化妆棉，哎，跟台湾真的也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没有没有，化妆棉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不是啊，是台湾卖的日本的都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国内使用。跟国内使用跟是出口的还是不一样，真的真的不一样。可是日本是因为日本天气很干，所以呢，当你加了化妆水，然后你在尤其是湿敷的时候，日本的化妆棉它湿敷的时间是比较久的，而台湾同可能同样牌子在台湾买的，你就觉得它那个湿那个棉质的程度真的不一样。东西不是一样，都从日本来的吗？不一样，因为日本真的是好的东西会留国内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：台湾言论自由，有中天才完整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